他是不会跑不见啦，就顶多比较晚回来而已齁。现在就有一只狗更容易啊，有别的狗在搞那个更难齁。整个蓬蓬的挂了一个领巾，蛮可爱。我试试看用哨子齁。来，阿妹，过来，来，停，停，哎，乖乖乖乖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就是mini 他那个主人召回练得蛮好的，所以那个都叫得回来。啊，这只不用讲了，那个这个是200%哦。啊，其他的那个啾比他也个性也改变，他不会跑很远，自从生病。恢复以后，他就跟在旁边。哦，我现在去叫那个 mini 跑很远哦，不见了，我看他能不能叫回来。哦，这个是测验一下。哎，好，我跑很远，跑不见了。好，我看到哈，我还是给他一个信号哈。他主人喜欢吹哨子。mini。来，停，停，坐下。好，来坐好。好，有没有？他们都很乖啊。好，还要跑远了哈。玩一玩，我会叫他一下。爷爷，爷爷，干啥呀？高兴哈，有回应，很棒。那狗在。游散的时候，在跑的时候，在玩的时候，要叫他回来是最困难的。追狗的时候最好。很狗玩哈。爷，来，哇 ，yes， 哎呀，棒啊！Nice dog, nice dog. 爷奶，爷奶 ，Yeah. Yes. 哎呀，棒 ！Go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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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 去。好，要叫。Good， 很棒很棒，追逐中，强力追逐，还是可以把它叫回来哦，很棒 ，Good。我们一般呢，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狗叫过来，比如说你面对着它，拍拍手，或者是做一些肢体动作这样子来，或者是讲一些口令，come 过来。叫他名字，他应该都会过来，或是手上拿一个食物了。我现在要表演的哦，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动作，也没有心电，也不是拿食物什么，我就是心电感应。我心里面想到那个叫他过来的那个字，他就会过来。你看他现在躺在那边休息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注意看哦。我什么动作都没有做。乖呀，好乖呀，福宝乖，有没有？人有心电感应，很多人不相信。哦，其实这个我现在表演的这些东西哦，看起来都很神，跟那个狗会什么算术啦。知道什么笔画，那个都是一样的东西，那都是一个表演。